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开箱俱乐部，我是阿善。那阿善今天呢，在外面干嘛呢？今天阿善呢，要来试吃全家新上市的双麒麟莓果综合莓果口味。那因为双麒麟呢，不像酷冰沙，我可以请他牛奶另外给我，它很快的就会融掉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到全家直接来吃 ，Let's go。这个草莓的这个莓果综合莓果不是草莓，综合莓果的这个双麒麟呢，它不像全家过去的双麒麟就会非常的奶，那它比较清爽，重点是它就是这样酸酸甜甜的，它那个酸度呢刚好，然后它酸其实还蛮多的啦，然后就是刚好综合掉那个甜，不然那个甜真的很甜很甜。那阿善个人是觉得呢，这个草莓冰还蛮好吃的哦。各位再看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酸度也是刚好啦，甜度也刚好，就直接呢拿那个莓果呈现出来。就是据说呢，它里面有多种莓果，什么覆盆子啊，什么之类的。那阿善个人是非常喜欢。这双麒麟哦。OK， 那阿善现在已经回到家，就趁这个时候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每一次阿善片尾结束，是不是都会教大家订阅啊，然后按赞啊，然后进入 Facebook 啊，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很多人问哦，订阅到底要不要钱？订阅其实完全不用付费，订阅就是纯，我以后如果有新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新影片的通知，就这么简单。那Facebook 按赞就是很重要的，我常常会有影片的预告。如果你有按订阅的话，不对，如果你有在 Facebook 按赞的话，你就可以事先看到影片的预告。那按一下下面的喜欢钮呢？按下下面的喜欢钮呢，就是提高我们影片的整体的互动率。那也让我知道说，观众到底喜不喜欢这部影片，我这部影片的主题，这样大家会不会喜欢？来借此来做出更好影片。另外呢，下面每次叫有时候会叫大家留言，留言也是一样增加互动率，也是希望可以听听看观众的意见。所以其实呢，希望大家真的要记得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请帮我点个赞，然后可以点左下方的按钮来订阅我的频道，另外可以点右下方的按钮或是影片下方说明栏连接来进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。我是阿善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今天的那个双麒麟很好吃哦。